三包。一个你敢会当摕过干迄边技术条，啊无你敢拢收贵？有人要食下包的无？三百块。三包。三包好多。三包有人要整的无？过于下包。等你下包准吃了。吃了。这礼拜我有看新闻，讲天气拢会袂歹。后礼拜天气就还无稳定，后礼拜我唔是反寒，是落雨。啊，这礼拜拢会应该较好天。这沙包有人要煎的无？沙包，沙包。给他们煎这好鱼啊，这鲑鱼呢？沙包有人要来无？金龙沙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拢无啊？对哦。来，台下过来，我来讲，我做一届啊，你家试嘛。做生意，我是拼速度的啊，对啦，紧的。沙包来哦！给他们煎的做好吃啊！再过来，再过来，这下酒我给你补吃，这下酒我补吃。来，听好，新给钱的新苗，拢来哦，做一届哦，来做一届哦，这堆啊，你吃了你才出手啊！再过来哦，再过来。沙包，三百啊！沙包加沙包对吧？是不是六百？唔免六百，卖一半的价钱。沙包了，要沙包了，给他们煎沙包了。鲑鱼下巴上面只有三百，三百上面只有三百块。鲑鱼下巴上面煎的这堆三百，给恁吃只三百块。三百有人要煎的无？三百。三百。有人要吃鲑鱼下巴无？三百。三百。三百块再来，金龙三四五六一瓶三的，两百。要收两百。两百一个。可如果收起来两百？来两百。给恁煎啦，给恁给你啊，来两百上面两百。两百啊。两百块。开两百了。两百，你看看一下，两百，干煎鹅啊，煮味噌汤啊，还是讲你要搞虾吗？两百啦，两百块。来两百，搁一个。两百，好钱啊 ，OK 啊。两百搁有要煎的无？这是无你面，嘛两百块呢。来去哪边啊？两百来哦。两百。这哪是煎白是三百呢？白白这是两百呢。两百搁有要下包无？两百，两百哟。啊，这你等下走。不记啊，你带阿走，你去吧。你有买着这无？有啊。你先去吧。你先去。你迄个第一个价钱啊？我要个送你。我要个送。一半搁卖你，吃袂了你给别人。一半搁卖你，吃袂了你给别人。你凭啥价钱？来吃。对一个第一个。吃。伊第一个啊，一半搁你吃袂了你给别人。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来啊！来啊！来边啊！我两个都好啦。我闭着啊！一包来啊！我闭着啊！我无闭着啊！好，谢谢。你爱好人诶。他那个刷，你爱好人。他那个刷，你若话咧，我来叫你无到啊！你著怎样？啊！你讲我甲你叫著是好处诶，你那来叫你歹处诶啦！那甲你叫著是一定好康诶啦，啊无要歹康诶啦。啊，阿姐谢谢啊，感谢你。阿姐，你等下就你应付够钱无？那有先搁寄来，搁开一千块。寄来哦，我直接甲你补来。哈哈，讲笑的啦，不然这开玩笑啦，我咪拿去晒一下尔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就人生就是单调单调啊，尔。阿姐，你免食这无？伊这叫料而已，规尾拢拢啊，这基本上基本无拢我退钱哦，三百五百面，等于七三块用真的钱，好无？两百尔。来两百啊！有哪咩啊？无两百块。这恁知啦，这钓月鱼啦，两尾四尾啦，六尾八尾啦，十尾才大尾啦，十尾啦，十二尾哦恁啦，好无？来啊，十三、十四啊，十五、十六啊，十七、十八啦，十九、二十、三百二啊，我拢全免互你开啊，两百来啦。两百。有人要钓月鱼哦，今日真啦，今日钱啊，我还讲话，你买两包，我加一尾啦，加两尾啦，加三尾啦，加四尾啦，加五尾啦，一个人加多啦。两百尔啦，两百。好钱进来啊！好对起来啦，两百。来个钓鱼哦，两百。两百来哦。几钱的？他唔免阁去用赚啊，对吧？家己赚家己钱好啊，两百够起来无？七啦，十啦，我还讲十三啦，十四、十五啦，十六、十七。我讲真的啦，这二十块两百太俗啊，这拢两个，这不是无两个啊。你今仔甲买两百，我加五块哦，恁无要紧啦。来啊，两百搁一个上面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。大家掏钱啊！掏钱。真正好吃啊，规拢拢啊哩。拢我记着个，两百够起来无？两百来啊。十啦。我讲真的啦，我若卖二十块差不多啦，十五啦，十六、十七啦，十八、十九啦，二十块搁少一个啦，两百块尔啦，加多钱啦。两包。恁家有上整钱啊？来，再二十块，搁二十五啊，两百搁有遐下无？
你真正了吗？哎，真正了。哎，你宝贝，人家敢袂当买一百块，等我食看卖。你有要买一百的无？哎，摆了头前啊。我赶快大卖给予你啦，我无甲你算啊贵啊，一百块我赶快卖两百，迄条量予你啦。就是讲两百量的一半，就是一百，我嘛甲你算啊少啊。八啊，十啊，再够你啊，一百嘞，够买一百的无？来一百。食袂了买一百，我马上大卖给予你啊，一百够有要爱无？拢有，拢有啊。够了，有我收起来哦。在。姐，你阿小姐，我阿想看我要卖啥物物啊？伊就我思考一下。我阿客个，恁就抢啊！啊，即我安讲，既然物件客个，恁绝对加会起个，低卡有啊？加恁某两打石板，啊，挪威之前我讲我海海，我来讲至少恁新客钱个钱个拢无啊！啊，普通人讲过有啥物？啊，无我来讲阿加音，头先阿客个啦，水落去啦，赶紧啦，刷伊啊，接落落去啦，恁阿人家送一个，赶紧啦。过来，来，欢喜较重要。来，我讲这三个了，第四个你卖给钱哦。啊，拄仔已经抢两箱去啊。这正是人你讲的挪威青鱼鱼的干哦。这基本啊，你行一尾，行一尾300块起条哦。这两尾就500-600。今仔日三个最后一箱啊。你搞用这样行啊，地雷棒，你搞搵一个胡椒粉，有够好食，拢未死咸。新给钱卖600-800，300了。来300。挪威鱼的干300块，这尾要送你，这尾够你，这尾够来，免500-400，300上面签的。来300哦。300上面也300。哎，300。我再话你讲啊，这一尾一百，你连想拢免想啊。这挪威青鱼鱼的干啦，你今买300，我这尾够你啦，这尾够来，拢无啊吧？哎，拢了啊。这尾够来啦，这尾够来啦，这尾够来啊。一尾鱼的干剩75块，连想你都免想。五个拢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新价钱啊，200好啦，来200块，真正无啊，200块，来一个啊，一尾剩50块尔，来200块，人要吃无？挪威青鱼鱼干，200块，200块，鱼的干200，再人要吃鱼的干嘞无？200块，两个，绝对无。来200块，人要吃鱼的干嘞无？200，200哦，太贵，鱼的干200块了。大嫂，拢有啊吼。来300块，阿姐，我来讲，你若要食死咸的，你唔好计钱哦，这完全袂咸的哦。我来讲，我真正都无，你若捌买过试食，我卖100了。来买啊，买到钱啊！试试看看，食看看，这是要50片烤肉啊，真正挪威哦。100块，人要试食哦。比如讲，你食袂了，人家你买两袂嘛是买啊。100块，人要真的买100。来买啊！来啊！最后两个100，有人要试食看卖无？100块了。来，快来啊！100呢？就这两尾100。哎，100。最后这两尾100，上面只有100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第一个要200箱，第一个。第一个要200箱，手表的。应该是这个大概，这两尾我上啊第一个给钱哦。当然这两尾够你啊，70块也真正无啊，我卖跟老弟两尾是真艰苦啦。老的两尾是倒顶个看到足艰苦的，啊，其实我等一时啊，伊两尾100块卖，我都做袂起，老的两尾伫倒顶后壁都无啊，你知无？系啊，吼，来啊，咱就第一个给钱，咱就上个人家啊，人家欢喜，但安尼嘛是好代志啊。恁个要食啥物无？恁个要食这包猪肝？这包叫药膳猪脚，我来讲你兄弟滚两下烧就好食，这工厂还煮啊多食，这一点我400几块，我来讲我全家拢无啊，一个人提两包你才有够，吼，这两包嘛你开700-600，拢无啊吧？哎，拢了。一个人提两包当然，这两包无要互你开700-500、400，拢总免互你开，一个人提两包药膳猪脚，这汤的哦，先给钱哦，300哦，来300，300块上面吃，有人要吃药膳猪脚无？300块咯。这一包剩100块了，有人要吃药膳猪脚无？300。哎，300。300块。我摕去你的面前，你看，你注意看一包，这包过来加土豆、猪脚、加土豆。我一包给恁百五了，你注意看，猪脚加土豆，这汤的哦，猪脚加土豆。我一包150一条，看是我来讲，后壁无啊嘛。哎，有了。桌顶才全部10包，一苹果的人家吃，你一包好吃来找我，先给钱，100来买啊！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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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100块，我需要这个钱的，这个就来100。1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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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块
恁现场敢有人无食牛肉无？恁敢有食牛肉？有人足济人无食牛肉无？来讲一个这种毛病。你若无食牛肉，这手你唔好买哦。你到恁家回来，一个到恁家来，再拜拜啊。你安尼，你安尼不是白话啦？你白去白，我只有空位。哎，你敢有昨晚来啊？卖买着阮公司的萝卜糕、菜头粿。我菜头粿剩只四包，有人要食？这港式的，这一包十袋，这一包百块，两包三包，唔免三包，二啊五，两包。我这包够送你三十袋，港式的要先加钱，拢无啊？这包够你，来两百块俩。来两百，来两百。家你买下几包就了，我阮可要先煮，三包来下去嘞。哎，你够要食啥物鱼啊？有人要食赤海无？要食金枪无？要食飞机？食赤江？食迄无？要食白枪无？要食即几样？你讲，有人要来无？拢无啊！啊，即我安讲哦，你若无食牛的，即唔好买哦，即是牛肉水饺哦。好吃吃，我甲叫三支水饺，牛肉过来，高丽菜过来啥，过来韭菜，我来讲牛肉，排上好第一名，第二名就是高丽菜，第三名韭菜，我来讲，即一包四十粒，牛肉的成本啊贵，三百五百蚊，你若有你食牛肉，即包你另外食看卖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有人要食牛肉水饺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牛肉的水饺，一百了。有人要气饺无？一百块。牛肉水饺一百块，一包，一百块，拢有啊吼。好啦，我今仔咱个收起来了，收起来。过来，你要食啥？只要无你要红包好无？咱要沙茶羊肉，咱袂。你两箱拢来啊？我袂买啊。啊，兼职哦，起来像说无几条，我甲你袂买啊，然后我摸去啦，把你好好做啦。哎，你到台湾来袂买就兼职吧，春节拢无啊啦。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即种三千八啦，先加钱来三百块啦。来三百哦。有人要接你无？这条过你啊，这种大条的啦，这大条啦，三千八啦，拢无爱啊。哎，拢了。来啦，先加钱，这条过你啊，四条总计唔免五百，三百了。三百哦。有人要先加几百无？三百块咸猪肉。